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日内瓦历险啊，就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这个冲突啊，他在马克思本人当中。已经被找到了，它是一个在辩证思想和自然主义的之间的一个冲突，以及这种列宁主义式的这种正统理论，它就驱除了马克思的一个驱除卢卡奇的一个尝试，正如马克思自己他去掉了他自己的第一个哲学时期啊，列宁把这个卢卡奇的这种。辩证法的思想给它去除掉，列宁主义的这种原教旨，那么就正如马克思自己把自己青年时期的那个哲学的那个倾向给它去掉了，那么这么一个短路啊，就上面的马克思去掉自己青年时期的哲学倾向啊，列宁主义的这个去掉卢卡奇的这种辩证思想的这个尝试，这一个短路，两个东西正好是重。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他总是把辩证法带回到自然主义，他不能够因此不能够被非常 vaguely 非常含混的或庸俗的不能够非常含混的这个不能被非常含混的，就是说描述为或者说含混的归因为是这个表观基因的错误这个玩意是什么模仿者的一些错误不能够简单的这是一些追随者的一些失误不能够被这样模模糊糊的说追随他们的人出错了是吧这个意思啊 It must have its truth 就是说不能说什么这个追随者的这个师傅，反正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了，那么它必然是拥有它的这个真理的，因为它必须必须就这么一个短路，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是一个哲学的一个经历反正哲学上的一个体验一个经历，这个短路呢，它。证明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想要去绕过的tries to get around， 想要去绕过的一个障碍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无论是要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糟糕，他都要去绕过的一个障碍。他证明了，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存在之间的那些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中有一个变化，有一个 a change， 因为呢，这个思想它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都尝试着去主宰，只要这个思想只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不是因为insofar as 就是说只要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想要在理论上面在实践上去主宰社会存在的话。那这就表明在这个思想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当中呢有一个变化从原来一个哲学化的辩证为辩证思想层面的转到后面一个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个姿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想要去驾驭这个社会存在的那个
主要方式啊，主要的那个风格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正如克尔什所注意到的，辩证法的和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呢，它是足够去 Soaring periods 啊，适合风格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正如克尔什所注意到的，辩证法的和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呢，它是足够去要来讲这个这个精神分析的特别拉康派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概念，就他者性的一个概念，他是 soaring periods 啊，适合于一个飙升的时期，适合于一个这个浪漫的时期啊，当这个革命显现快要到手的时候啊，革命的上升期，而这种科学主义的这种姿态呢，或者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这种姿态呢，它是在它的 stagnant periods 啊，在它的那种停滞期啊，停滞期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现实的历史和它的这个内在逻辑的交汇啊，它们啊分 diverse 啊，应该是交叉啊，它们的这种分离背道而驰，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啊，当这个。这个 infrastructures 的分量，你这个把它理解成，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指的它的，就革命的团体啊，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些国家机器啊、政治机器，或者说是特务机关什么这些东西，当这些机器的这个分量啊，使得自己被感受到的时候 ，as was the cas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就好像是在19世纪。的后半夜的时候啊，19世纪尾啊，快结束的时候啊，当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机器呢，又重新把自己给稳固下来，或者说是在那个苏联的那个例子里面啊，这个反正就是说那些建制啊，它又开始很稳固了，你很难够去改变它，很难够去革命性的去让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这一个。当这个一个计划好了，就是说在苏联时期呢的例子里面，是那个一个计划经济的这些困难都在实践当中不停的呈现他自己的时候，那么这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这种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呢，他就会占到上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后面这种情况之下，革命形势又开始就是停滞了，这种情况下主体和客体又变得是不相干的了，又变得是失去关联了，并且呢革命的乐观主义呢 gives way to 就转向或者说让路给一个无情的唯意志主义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革命的那种乐观昂扬而变成一种无情的唯意志主义就是就是冷冰冰的把历史的铁律运用在这个先锋队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驾驭上非常冷冰冰的，就按照一些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那些铁的原则和纪律去构造计划经济体系它就非常冷冰冰的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同情可言的一种 voluntaryism 你明白。那么就是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总体主义 totalitarianism。那么
经济机器呢，无论是要被整个的颠覆，还是说它是将要去被建构起来，那么依据马克思呢，经济机器都是一种人和人之间被物和物啊所中介的一种关系啊，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经济机器啊，经济基础啊，或者经济机器，归根结底就是人和人关系，但是它是被物和物所中介的。那么它在实践上就不再表现为啊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啊，在这个啊，在这个无情的唯意志主义里面，在这种斯大林式的总体主义里面啊，经济机器就不再被看成是人和人之关系了，而几乎就变成完完全全变成一个物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呢，对于青年马克思以及对于西方马克思，1921年的西方马克思呢，都缺乏一种啊。手段啊，都缺乏一种手段，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这个1923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啊 infrastructures 啊基础设施啊，你可以翻译成就是说，这底层的经济结构啊、经济基础这些东西，你可以翻译成经济基础了。经济基础它所拥有的那种惰性，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和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法。什么 B 站崩了？我现在正在不是正在看这个视频正常的吗？对啊，你在说什么？表现出来的，经济的这样一种 resistance，这种抵抗，以及甚至说是自然条件呢所具有的这种一种阻抗，以及呢 the swallowing up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stincts，以及它这个经济基础呢，它把人和人的关系呢给它吞没到吞噬到物和物的关系当中去。历史，由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呢，它是缺乏一种密度的，缺乏一种密度的，然后会让他的就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呢，会使得历史的意义显现得太快了。它没有一种那种经济史的厚重性，没有那种经济运动的物质运动那种厚重性、那种惰性、惯性。They had to learn the slowness of mediation。所以，这种青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得不去要去学习中介过程的那种缓慢啊。这么一个中介过程是非常缓慢的。青年马克思或者说人道主义马克思，太书生意气的马克思，他是不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实际上是，你哪怕是再激进的先锋队，或者说再伟大的领袖啊，他都是要服从一个时间的客观物质规律的惰性再了不起你就活几十年而已啊。那么为了能够去。为了能够去叫理解这种逻辑以及历史的这种变动它的逻辑和它的变动它的意义，以及说在历史当中呢，是什么在抵抗着历史的意义的呈现和被把握就是还是要去，我们还是 Z 啊，这里应该是 Z 指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马克思主义啊。还是不得不要去把这个对应于历史的、对应于这个建制的那个位面，给它概念化，给它构想出来。那么这个位面呢，它既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发展出来的，
正如是一个第二手的一个自然，你对于这个历史、对于社会啊、对于这个社会建制的把握啊、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这个说在卢卡奇基础之上的这种用高阶辩证法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啊，它不能够啊把这些东西啊、把历史、把这个建制啊、把社会的惰性那一面，仅仅按照什么因果律啊，把它当做一个第二自然那样去把它构造出来。而总是要依赖于它的意义的啊，总是要依赖于它的，或者我们讲要意识到它的意识形态具有自反性啊，这样一个惰性的工业物质机器的一个人类社会或者经济基础呢，它本身也是被意识形态、被阶级立场、被精神观念的异化所贯穿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去把它构想成这样，不能按照一种永恒的理念去构想它，而是要总是要啊，你不能够，但是你又不能太虚，对不对？你用完全是那种精神性的理念去构想它，完全是用黑格尔主义的观念去把握它，也不对，对不对？而是要通过啊，给出越来越多的 bring more or less under its laws events 啊 ，which as far as it is concerned are fortuitous。Fortuitous, 这个怎么念 ?Fortuitous, and by letting itself be changed by suggestion, 而是要或多或少的把那些事件放在它的规律之下去理解啊，就是尽可能的要把那些革命性的事件、重大的颠覆性的事件要放在一些规律下去理解和把握啊啊，只要这些事件呢，只要 it is concerned as far as it is concerned, 就是这个是这个可以翻译什么，就其而言，我靠，这就可以废话了，就其而言这样的这种事件呢，这些事件呢，它应当是这个偶然的，但是呢 by letting itself be changed by their suggestions, 并且让他们的建议改变了他们自己，应该这句话应该翻译成就是说，这个 itself 指的是这种新的构想啊，或者说这个新的对于这个历史建制位面的构想啊，对应于历史的就是一个建，对应于历史的一个 institution 啊 ，the institution of history 啊，要把它构想出来啊，把这么一个比较致密的。啊，青年马克思主义和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能力啊去把握的这么一个啊 historical institution 啊历史性的建制呢，它没有办法把观念化。那我们要去把它观念化。那么在进行这样的构想的时候，这个构想本身要容许它自己被改变啊，被什么所改变？被这些事件所暗含的东西所改变。啊，这个构想不能是预先就有一些理念啊，有些理念性的关系给定死的，而是说它要让历史性的那些事件能够去调整这些构想的初步的框架啊。那么 torn by all the contingencies， 那么就是说被这些所有的这些偶然性所撕碎了 torn 啊 ，tear up 就是这个 torn 就是 tear。这个啊，啊，就被他所贯穿的那种感觉，充满了这是各式各样的偶然性，啊，然后呢，被他弄了四分五裂，但同时呢，又是通过一些人类的involuntary 啊，不是一个那个出于意志故意的，而是一些无意的一些行动。又把它给修复了。Who are caught in it? 那么人类是束缚在这个关于历史的这个建制的一个构想的，把历史建制化的把握啊。人是在这么一个构想当中是被束缚在其中的。And I want to leave the web 啊，人也是想要去。The web deserves the name of neither spiritual nor matter, but more exactly that of history.
然后是希望去 live that of history 啊，live the web that of history。然后他想要去把这个历史之网啊，这么一个网罗，它是值得一个它的名字既不能被叫做精神，也不能被叫做物质，而是应该更恰切的叫做就是说历史之网罗，去在历史上之网罗当中幸存下来。这个 live 就是能够安存下来、安居下来、能活下来。在历史的网络当中能活下来，人类是不情愿的，或者说是不是故意的、刻意的去做出一些他被束缚的这个网络当中，然后也是然后想要在这个网络当中能够幸存下来、活下来、安稳的活下来。那么人类的一些非自愿的一些行动呢，他就能够去修补这么个历史的网络。那么，这么历史网络的，或者说这么历史化的这么一个建制呢，就能够把自己给概念化的把握了。This order of things which teache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s，这个就是梅洛庞蒂一贯的他的一个吹捧主体间性辩证法这个一个范式啊。那么，这种物的关系呢，物的秩序呢，它教导出了，它反而就告诉了到底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它对于每一个沉重的一些条件都是非常敏感的物与物的关系它是，反正会受到这些一些沉重的条件的影响的，which bind it to the order of nature 那么这些沉重的这些条件呢，比如说那边锂矿被挖光了那边又有一个大型灾难了这些都是一些沉重的条件。物和物的关系当中是这种关系，是对这些现实的这些沉重的这些情况条件是非常敏感的。那么这些沉重的情况和条件呢，就会把物和物的关系，物和物的秩序呢，和自然的这个秩序捆绑到一块去。Open to all that personal life can invent is in modern language the sphere of symbolism。同时呢，这么一个物和物的秩序呢，一方面它就是和自然的秩序相捆绑到一起的，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和所有的人类生活，所有人类可能，就是它又和所有的人类生活是敞开的那么这种物和物的秩序就加引号的都是加引号的，这个物和物的秩序加引号，因为它并不是说是。先预设好有些自然物什么这种东西的客观的现实这种东西，明白吗？因为这个物本身也是在这么一个体系里面被生成出来的。那么这样一种物和物的关系，一方面它像和自然的秩序相绑定，另外一方面又和所有的人类活动相敞开，它就可以发明出或者它可以创生出。用现代术语的话，就是说创生出这个符号象征秩序的位面 of symbolism 象征主义能够产生出符号秩序象征秩序的这个位面然后马克思的思想呢就能够找到它的出路就能够在一种象征秩序的位面当中找到它的出路了，那就能走向后结构主义这么简单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原教旨或者说的政教也是正统学说，却并不非常诚恳的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不去思考这种问题，不去思考这种人类的主体性的或者说这么一个历史的这个网络是一个宏大的，是一个结构繁复的，并且是高阶次的一个象征秩序的一个位面，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原教旨呢？他不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去开诚布公，就是不老老实实思考这个问题，他仅仅满足于把事物和人，人把物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分开来的把握，并没有意识到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和物和物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是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的，并且它内在的有它的矛盾，有其辩证法。那种原教旨比较笨的，他就会把物质世界和这个物和物的关系和这个人和人关系主体间性给割裂开来看。那么，
with adding to the dialectic a dose of naturalism，同时就给这个辩证法加了这个一勺啊，一份 a dose 一个剂量啊，加了一剂这个自然主义。那么这种自然主义呢，尽管它是一个只加了没多少啊 moderate dose 中等剂量，它就立刻把这个辩证法给它打破了。啊，然后就把辩证法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就是说 it is least capable of residing, namely, in the object in being，啊，辩证法是最不能够，在这个对象在存在当中存在的啊，是最难在里面存在的，啊，这辩证法就会变成一个最惰性的东西，就会变成我们上一讲讲的那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面，仅仅是变成一种对于知识啊。一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知识的一个通用版本的一个标准答案呢、啊，变成这么个东西。那马克思呢，他把这个一个开放的辩证法的这个问题放到了最前面啊，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么个问题。那么这个开放的辩证法呢，是不是永恒的会被建构在一个绝对的主体性上面的，那么在这个梅洛庞的眼里，那是建构在历史或者说，主体间性和客体性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的自我生成、自我派生出它的两极化的主体客体的这么一个符号系统当中的。那么列宁的这种不可知论呢，他。Restores to the dialectic an absolute foundation。他在这个，他为辩证法又恢复了一个绝对的基础，绝对的在这个存在当中的基础，或者说在纯粹客体当中的那种基础。因此呢，这就不仅仅是回到了，不仅说他回到了青年马克思的那一边，甚至他回到了 returns not only to the side of the young Marx but also to the side of Hegel，甚至说他回到黑格尔那边。因为他要求这个辩证法，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基础，在存在当中有一个绝对的基础，甚至说在一种纯粹对象当中有一个绝对的基础。就与其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看上去是不仅仅说回到了这个青年马克思那里，甚至说是回到了这个黑格尔那里啊，想要为这个辩证法寻找一个内在的纯粹基础。你说它是外在存在基础，但是实际上这种存在，它只存在一个割裂的、孤立的，孤立于这个鲜活的。我感觉这里难得的是这个英文版翻译错了，这里中译本是准确的，因为中译本是翻译的法语嘛。他说列宁的这个，但中译本前面有翻译错的，他翻译的列宁的认识论，列宁的这个不是认识论嘛，列宁指这个 Gnosticism，就是不可知论，翻译是比较准确的嘛，就是历史必然性嘛。列宁说就存在，这些存在中或纯粹客体中为辩证法提供一个绝对基础，并因此。不但回到了不及青年马克思，而且也不及黑格尔的地步。就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法语翻译，应该是准确的。它这个英译本是错的。它不是说回到了不仅回到了青年，而且回到黑格尔，它是不仅回不到了青年马克思，也更就是离黑格尔很远，是这个意思。现实斗争秩序啊，鲜活的这个现实历史的，其实是个内在构造物啊，这么一种存在，这么一种纯粹客体，人都是个内在构造物，所以说它是离马克思和黑格尔其实是最近的。This is source of communist eclecticism 啊，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个折中主义的一个来源。你就反正认为就是说，列宁的这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面的这种不可知论呢。它其实，它才是这个共产主义折中主义来源。这种折中主义认为呢，思维不能够坦诚承认如果说没有，就是说不坦诚的思维，which one never completely knows completely knows 就说如果这个思维不坦白的表示它。
啊，永远不可能彻彻底底的知道。That unstable mixture of Hegelianism and scientism, which allows also to reject in the name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all that the social science have tried to say and goes, and yet allows it to reply with scientific socialism. 就说，就这种折中主义，就是说，这个应该是，without 这里就是，不够坦率的一种思想。这种坦率，这里是指的这个坦率是人们永远不能够知道的，啊，人们永远不能够彻底的认识的一种坦率。这个思想没有这种坦率，这种黑格尔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这种混合物，它允许一种正统学说去拒视以哲学原理之名拒视所有的社会科学尝试着去说的东西，从恩格斯。开始尝试去说的东西，and yet allows it to reply with，甚至容许这样一种正统学说，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做回复，当一些哲学的反对被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列宁的这种不可知论。啊，为知识寻找内在标准啊，所谓的纯粹存在啊，纯粹对象啊，它其实都是寻找一个内在标准。所以说在梅勒庞蒂看来，列宁是退回到了青年马克思啊，青年马克思，或者说在列宁看来，在梅勒庞蒂看来啊，就青年马克思其实说他当中的那种黑格尔的那种对于纯粹存在的那种幻想。就使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老年的马克思，一定会成为一个容许某种正统主义就变成一种折中论的变成一种辩证法死掉了，并不再活过来的并不再活过来的一种折中论。那么这种折中论呢，它就是说，as salt without candle, which one never completes。人们永远不知道啊，就是反正他就是意思就是这种折中论，它是缺乏这种坦率的然后呢，然后它是一个这个黑格尔主义和这个科学主义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调和，不稳定的一个混合，这种不混合就会立出一些正统交易，这正统交易就拒绝。以哲学原理的名义拒绝所有的那个时候社会科学比如说就是说马克思韦伯这些人所发现的这些或是历史主义那个时候他所发现的一些辩证性的结构，他都以正统的名义拒绝去承认然后也甚至说容许这种正统教义呢去。当一些哲学上的一些质疑被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你怎么可以不认呢？"It maintains itself only by constant precautions, by paralyzing the spirit of research, and this is enough to explain why one rarely sees a Marxist side produce an interesting book." 他一直这种正统交易呢，他就或者说这种折中主义呢，他就一直维持了自身。仅仅是通过持久的一个过分小心啊，实际上呀，持久的一个预防措施，不停的在打预防针，防备，就是持续警惕然后麻痹研究的精神让这个研究的精神呢，不能够真正的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那么这就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人们很少看到在马克思主义那一侧能够产生出一本有意思的书，
绝大部分的产生出来书都是垃圾嘛，你知道吗？那么列宁的这种不可知论呢，由于他把辩证法和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搞在了一起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保留了这个辩证法，看上去保留辩证法，实际上是把这个辩证法呢给他其实是反腐了啊！你这本来这就是其实已经是做成标本了，死掉了啊！这么一个辩证法是外在于我们的，外在于历史当中能动的这个活动者的啊，他把它外在于一个外在的这个现实当中去就变成一种什么宇宙自然规律在那边运行的这么一个屌东西。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样做就相当于是把历史替换成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不是把一个作为人和人的关系具体化为物，具体化在物和物的关系当中的那种历史，替换成了一个第二自然，就是说在列宁的这种，或者说在这个第三国际的这种教条当中呢，他们所把握的这个历史就不是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把历史把握成一个第二自然，是一个机械的历史。那么这种第二自然呢，是 opaque 本身是晦暗的，并且是以一种类似于第一种自然的方式被决定的。那么整个这个历史就是个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就是个历史演化论的一个历史，而不是一个就有这个主体和客体间张力，有这个主体和客体的极化以及历史的自反性历史的自我否定的这些辩证运动所构成的一个历史只是变成一个有一些将死的标本式的那种预先制定好的观念集合和序列，然后不说这种观念集合和序列将死的，说他们就是辩证法，然后用这种辩证法去套历史演进的一些学科知识历史形态变化的一些学科知识里面的那些普遍性套都给它套上去以这种方式假模假样的宣称自己把握了历史，假模假样的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运行的方向，然后说这个历史就是这种第二种自然它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演化规律辩证法是最好的、精简的把握了这种演化规律你这种东西，这个历史就实际上是个标本这个辩证法就是这个标本里面的这个一个骨架。那么在理论的层面呢，这就意味着关闭了任何一种尝试去理解正如说在行动的层面，它意味着说把总体的行动给就替换成一些技术专家所做出来的行动，明白吗？总体行动意味着无产阶级迸发出它激烈的革命性和激进知识分子的独创的那种历史的那种抉择彼此契合。它总体的一个实践就没有了，就转化成这个官僚和这个腐化堕落的，或者说纯粹就是非常僵化用形而上的那种方式教条式的方式计划性的技术性的指导的一些行动replacing the proletariat， 他就用那个职业革命家来彻底的代替这个无产阶级，或者说用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的那种有机的、鲜活的、充满历史生气和朝气的结合，转化成一种职业官僚团体对于这个无产阶级的耳提面命变成这么一个东西。It means concentrating the movement of history as well as that of knowledge in apparatus。那么就意味着就是说，在一个统治机器当中去关注历史的运动以及关注这个知识的一个运动它是 in an apparatus， 在国家机器里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从一个激进革命党走向一个保守的一个统治机器。如果这么一种 evaluation， 如果这么一种阐明
啊，这么一种评估啊，evaluate 啊，这么一词根 evaluation。如果这种评估，那个排名是 elucidation 啊，我两个词是搞混。如果这种评价是正确的，并且如果哲学版的列宁主义是一个啊，是一个权宜之计啊，expedient 啊，就是只是。我们上面讲过了，哲学版的列宁主义只是让那个俄国的笨蛋知识分子闭嘴的这么一东西。那么问题就在于说，就会啊，那么哲学版的列宁主义所不能够看到的 elude 啊，所逃开了，或者说哲学版的列宁主义不能理解的那些问题，就会再次出现，一定会再次出现。然后呢，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平衡。必须是啊，remain 啊是不稳定的，precarious 啊，一定是不稳定的，一定是可疑的啊，很危险的，这两个东西不能平衡的我们卢卡奇的知识分子的这个生涯，从1923年开始啊，就表明了，或者他头脑上的那个历险啊，可以说啊，从1923年开始呢，就表明了想要维持这个平衡是多难啊，卢卡奇两边不讨好，你懂吗？啊，他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呵护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教科书，或者说正统的教科书体系的那种唯物主义啊，形而上学化的那种唯物主义；另外一方面又要去讲究一个历史范式革命论的一种在这个行动中生产真理的一种辩证法。那么早期这个历史阶级意识的这个发表呀。他 as early 就早在《历史阶级意识》这本书发表的时候，卢卡奇就承认到，就是说，some of the essays in it grant too much the optimism of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and do not sufficient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ong work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bring history to express what is 啊，就是他就承认了，有的一些文章呢，这本书里面有的一些文章赋予了太多的这个革命乐观主义革命。革命年代的乐观主义，没有充分的考虑到一些这个长远的工作是必要的，想要去把历史就是说引导到去表达他自身，他是什么What is nevertheless its meaning 想要让历史表现出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需要长久的工作的，卢卡奇承认啊，我承认了，他就有的东西不敢写嘛，就这么个意思啊。正如这个 L. Goodman 啊，戈德曼啊，这个人所表明的，下面都有这个引用的这个德文的，我不想看那个东西。whatever，卢卡奇呢，他现在呢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叫 apocalyptic 是一个启示录性质的。他甚至认为这个《历史阶级意识》这本书，1923年这本书是具有启示录性质的，It was wrong。他认为这本书呢错了因为他假设了有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总是准备好去显现出来，只要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基础被动摇的时候，就会有革命的精神显现出来。如果这后来承认这是错的，It is therefore because he is too supple。那么，因此呢，是因为这个卢卡奇本人呢身段太柔软了，然后 too notional 他的太柔软以及太观念化的那种辩证法并不能够去，你说卢卡奇的辩证法不够硬然后太思辨了，或者说太这个 notional 了，翻译成理论上了，纯粹一个理论上的辩证法，不能够去解释现实的历史所具有的那种晦暗性，或者至少是它的那种致密性，它的厚度它的那个深厚的重量密度这个 density 就密度绵密历史的密度，它没办法解释。所以呢，卢卡奇接受了这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对于他这本书的一个做出的一个判决，然后永远不允许这本书再印永远不允许这本书再印。卢卡奇就说："我服从大局了，我认为。"他身段太柔软了，但实际上他那本书是对于，实事求是讲，对不对？
那么 it is this feel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s weight， 就是恰恰就是说共产党人像卢卡奇这样的共产党人，他感受到的客观现实的重量啊，这个重量只有是在和事物打交道过程中才能感受到的。他使卢卡奇作为哲学家是夸赞了列宁，并且呢，让卢卡奇写了这个写到，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时期代表了一种哲学进步啊，代表了一种哲学进步。你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列宁的眼里，卢卡奇的这样一种像辩证法的回退，代表一种不坚决、软弱啊，代表一种不坚决和软弱，代表这种匈牙利啊，共产党啊，或者说这个德语，说德意志语的那些，就是他们的 cosplayer 那种感觉啊，停留在观念当中。那马克思写到呢？马克思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奇写到，马克思啊总是会考虑这个经济事实，把它看成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呢，这些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它是在事物和事物的关系的面纱之下的啊，掩藏在物的面纱之下的。那么，意识形态的这种虚假的明证性啊，精神性、精神事物的那种虚假的这种明晰性啊。它只不过是现存的，就是说寄存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在 under which 而在这些东西之下呢，真正的社会关系是被掩藏着的。Imposes themselves between the truth and us， 真正的那些关系啊，就会在这个真理和我们之间呢，把它这个投射出来，强加出来的嘛。把他自己强迫他自身显现出来 ，impose 啊 ，impose 啊，让我在就让我们和真理之间，他把他们自己逼迫着这么自身呈现出来。这个自身就指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就是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物、意识形态和观念物啊 ，mental things， 脑子里面人脑子里面想的那些东西，精神事物可以翻成意识形态和精神事物的那种明晰性的下面有一些寄存的社会系统。不是，他们只是寄存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他们下面有一些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人和人关系，但是这种人和人关系呢，你也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他们就是纯粹的主体坚信某种范式这种东西啊，它本身是非常质重的，具有很大的惰性和惯性，它本身是当然可以说是迷失在物和物的关系当中，但是本身由于它迷失在物和物的关系当中，它是充满了它的它的重量和分量的，充满了它的惯性的。那么这些社会关系呢，就会把它强加于施加在我们和历史和我们和真相之间，所以我们不能够非常明晰的把握真相。那么我们对于社会的知识呢，因此只是一种在思想当中对于这种辩证法的一个具体化啊，一个 reflection 啊，一个反应啊，不是 reflection， 我看错了，一个反应，思想当中反应，只是对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当中的反应。 which unrolls itself objectively in man's lives， 这种辩证法它会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在人现实的人的生活当中，会客观的显现出他自己啊，客观的展现出他自己，然后是独立于人类对他的知识，也是独立于人类对他意志的，不以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啊，这种辩证法啊。而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只不过是对于这个辩证法的一个思想上的反应而已，甚至都不可以说是它是对应的，是吧？我觉得用反应也是这个词也不太好 counterpart 或者说 whatever and whose objectivity makes a second nature， 这个时候卢卡奇怂了嘛，对吧？卢卡奇说这种这个历史的辩证法的它的客观性呢，客体性呢，它就产生出一种由社会实在性所构成的这种第二自然。那么卢卡奇因此呢就更加就是积极主动的去indicate 啊，去显现出表明比之前更积极主动的去表明他这个在真理和意识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就是像舔列宁的嘛，舔列宁的那种不可知论。
And he learned to，他就说这个距离是啥？这个距离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社会历史真正的辩证运动啊，就是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人关系的那个是被这个资本主义时代所扭曲啊，所掩藏的人与人的关系啊，实质的那些，哎，这个人与人关系还不仅仅是人与人关系，还是体现在物当中啊，甚至说由物所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卢卡奇呢，他就 learn to do this from the school of Lenin 啊，他从这个列宁的这个教，这个 school of Lenin 就列宁的一群小跟班啊，或者说他的一些啊，他就在第三国际学到的，搞了这么一套。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consciousness as reflection and history as second nature. In short, the return to naive realism are philosophical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y。就是说，是否把意识当成是反应，然后把历史当成是第二自然？简单来讲，就是我回退到一种天真的实在论啊。回退到这种天真的实在论，是否是一个对于这个困难问题的哲学解读？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知道，当然不是，不可能是回退到这个实在论的啊。尤其是这种天真的实在论，肯定是回到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是要进展到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 symbolism 啊，post-structuralism 啊，symbolism 啊。无论一个人是不是接受这么一种语言这套行话了，accept as a absolute 啊，除了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近乎是一个提出问题这种方法啊，把它这个近似于提出问题的这种方法来接受这种语言，或者说 taking literally 字面上理解这句话 this 啊，这个这种列宁式的这种不可知论呢，并没有把所有的哲学的严肃性啊贯彻到底，make all philosophy strictness and all living thought 啊，应该说是它并不使得所有的。哲学的严肃性以及所有的鲜活的这个认识啊，鲜活的思想都变成是不可行的然后也并不能够去把真理完全的超出我们的把握明白吧？这个无论一个人是接受这套话语，except as。这翻译成啥吧？Accept this language, accept as 除非是作为一种提出问题的近似方式，要么就是说，要么人们接受这种说辞但是接受这种说辞的原因是。把它看成是表达问题的一种方式啊，那肯定有问题啊，对不对？既然我们要解决这么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既然是要退回到这个，退回到这个这种反应论啊，意识的反应论，或者说这个历史的第二自然论，人们就可以接受这种说辞，是因为人们觉得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本事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好，只能近似的来用这种看上去倒退的方式来把问题提出来，要么就是说认为。啊，这种列宁式的这种不可知论，并不能够去穷尽并不能够说哲学上的严肃性以及鲜活的思想是不可行的，然后并不能够让真理超出我们的把握。From the moment when consciousness and being are put face to face as two external realities，那么从这一瞬间起呢，当意识和存在呢，它是面对面的放到一块，然后作为两个外在的现实性面对放在一起，当这个意识作为一个简单的反应，是卡在一个激进的怀疑当中，而这个历史呢，作为一个第二自然，是被一种晦暗不清所影响的，而这种晦暗不清永远不能够被清除掉，这种晦暗不清就是不透明性，就是只能就相当于。就这种历史的这种辩证法，形而上的这种历史辩证法，它就是预定标准，你懂吗？预定标准，预定一套说辞，到底怎么的不知道。
啊，所以这种就是 opacity，你那个自然辩证法那些学科里面老学就背的那些玩意儿，你说他妈怎么来的？凭什么是这样？他不知道，明白吗？他只能跟你反复念经啊，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经学了。啊，这种精选是永远不能够被去除掉的。所以，一方面啊，它会产生一个意识的内在论，意识仅仅是作为反应啊，然后它就会招致激进的这个怀疑论。另外一个呢，就会使得历史变成这种掉东西。那么，意识呢，不再具有任何的啊，把它自己不再具有任何的标准啊来。自己去区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意识形态，它就会导致这么一种结果。然后，并且呢，这种天真的实在论呢，正如他总是会这样做的啊，他会走向一种怀疑论，天真实在论一定会走向一种怀疑论。If it escapes this consequence, it can do so only by a Corporate force 啊，强力打击啊！如果说这种列宁式的不可知论啊，它或者说这样一种啊，这种天真的实在论呢，可以不堕入到啊一种怀疑主义的话，它只能强行来这样做，通过一个无目的的、无动机的和外部急迫性啊。外部的急迫性，就是说不是主动的，没有动机的遵守一些外部的紧迫情况，它才能让这种让这种天真的实在论不堕入一种怀疑论。你觉得它告诉你什么情况啊？就是说，当这个社会过程，一个自在的社会过程啊，the social process in itself, the party 啊，就是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才不这样做，他才会这样的天真的实在论呢，不堕入成怀疑论，以及所有的思想的生产活动，从这时候开始，from now on，从这时候开始呢，will have to be measured by this standard，就只能用这种标准，由这个政治团体的就是说敌我分类、敌我区分的这种标准来衡量所有的生产、知识生产活动、思想生产活动，都只能被这样衡量。Helpful, true or false,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y conform 就是说你这思想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就取决于你这些思想是否符合这个政治激进团体的标准，就是党同伐异的。说穿了，庸俗的实在论，它把意识把它做成是一种内在反应论，那么就会导向内在论把历史呢做成是一种第二自然。那实际上它就变成一种形而上学，预先设计好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排布的排资论辈的一个序列，这些都是教条。那么这两种教条，它都是会没有办法让意识能够独立的，能够真正有一种行动的方式，有一种开放的方式去把握现实，去终结历史，所以它一定会走向怀疑论。那么他不走向怀疑论呢，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人拿这一套东西来党同伐异，那么就好像假装他好像没走向怀疑论，对不对？因为只要合群，那就不是怀疑论，明白吗？那么完全取决于这些人谁是否 conform 谁是否就顺应大多数。那你只要合群的话，你这东西就是对的，它就有个大多数标准。那没有人可以想到这一点。至少是所有的卢卡奇都没想到这一点。Who is a philosopher？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同时是一个学者，他没有想到他做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嘛很恶心的事情，他最后他已经是得到一个态度了，这个态度呢是不一贯的，但是呢不重要了，最后他服软了嘛，他去 conform 了，就合群了。Having on the whole accept the lessons of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speaking like else。Everyone else, the language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on, thus leaving the field open to the least understandable terms and opening up an unlimited credit to those who make history. He yet maintains in principle the authority, autonomy of truth, the possibility of reflection, the lif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order of culture will
On the pain of death, they cannot be subordinated to tactics 啊，就是说，总体而言，接受了这种哲学化的，如果我们做整个的去接受了哲学的列宁主义的这些教训啊，并且呢，如其他人所说的，我们能够，不是，这里指还是指的卢卡奇啊，这还指卢卡奇，这里的不是接受教训，就是说服软了，整个的服软了，承认这个哲学列宁主义的这种不可知论。然后呢，和其他所有人那样去讲那个什么意识是反应啊，物质反应啊，讲念这么个经，就把啊，那就实际上就 leave the field open 啊，open to 把这个讨论的这个范围啊，或者说把这个场域给它开放给 the least understandable terms and opening up the least under。那个最不能被理解的一些转变啊，一些最不能被理解的转变最不容易被理解的转折，比如说就是列宁本身的那个一些革命性的常识啊，签布列斯特条约啊，或者说什么斯大林的那个什么搞那个有色金属冶金啊，这样的啊，不可理解的，或者说这什么战时共产主义啊，类似的这样的这些转变，让他始终不可理解啊，不可理解。And opening up an unlimited credit to those who make history，然后呢，反而给那些制造历史的那大人物，列宁、斯大林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无可限制的，这就会变成一个领袖崇拜，你知道吗？或者说奇迹崇拜、神秘崇拜这种东西，一直讲这么，那就是说，那这个列宁的这些历史实践啊，怎么去理解呢？说天才的意识，他不仅仅反映历史，还把握到未来啊，他就把这个领域留给了那些最不能够被理解的转变，然后呢，就打开了一个不受限制的一个 credit 啊，有无限的一个信用。把这些无限的信用赋予给那些创造历史的大人物。He yet maintains in principle the autonomy of truth。尽管如此呢，这里又要说了，卢卡奇尽 Unlimited credit 的无限背书啦，就是两个凡是，凡是 Lenin 说的，我们都要支持；凡是 Lenin 说的，就是正确。尽管上面这作者和一般的那个俄共的成员、一般的第三国际成员做的没什么差别，这是说这个在哲学上让步，那么在这个领袖崇拜上啊，在一些大事件崇拜上面变得合群啊，但是卢卡现在还是在原则上保留了真理的自主性啊，真理的自主性的一个原理，保留了这个真理指的是，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真理不是指的什么艺术真理啊，或者说科学真理，这个真理指的是在革命当中，激进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所结合的那种历史性的真相生产机制，是一个先锋队组织模式，明白吗？是一个比较具有开放性的、有历史忠诚性的先锋队组织模式，啊。比如卢卡奇的真理论，在前面讲过，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论。卢卡奇本身就是我们在这讨论，就是不要把真理理解成，就是说观念、思维和精神和这个物质的什么同一这种屌东西啊。它是个生产机制啊，它是个辩证机制，它是个我们在前面几讲都已经反复讲过的，是一个在现实革命性的就革命活动啊，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革命活动当中被生产出来，而且是两个极化的这个社会群体，无产阶级和他的和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化的成员。那时候，卢卡奇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忠于这种真理的，某种意义上忠于the possibility of reflection the life of subjects in order of torture where under pain of death 就是他还是认为这个主体或者反思的去反思那些，比如说那些，最难理解的那些历史的转变啊，或者说是创造历史的那些大人物，他是可以去理解，可以去反映他们的。Life of subjective
in order of order 啊，可以去理解主体性的活动的，也是可以去这个反思这个文化的秩序的。然后 where on the pain of death they cannot be subordinated to 这个 techniques 啊，然后因为在那里啊，在这个文化秩序当中，在主体性的生活当中呢，他是在死亡的痛苦之下，他不会完全依附于战术，不会完全依附于就是那种明白吗，完不会依附于，不会屈从于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指的是说列宁式的那种哲学上的那种妥协，或者说后退啊，或者刻意的那种走向布什论啊。 It is quite as if haven't cleared the ground of action historical work， 这是非常quite haven't cleared the ground of action and historical work。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其实是关于行动啊和这个这似乎是非常关注于这个行动和历史的这个 historical work， 就是历史的进程，我们可以翻译成历史的一些功，历史所做出来的一些变化。It is quite having cleared。这里的应该是这个 of， 应该是跟这个 is 还是跟这个 ground？ Cleared the ground， 清除了行动和历史进程、历史运行的一个基础的。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efining the conditions of a sane culture for the future。他就还是梅洛庞蒂给卢卡奇的变化，他认为卢卡奇呢，他是特别注意到要去为未来维持一个理性的文化，尤其是为这个第三国际党的未来第三国际的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未来苏东各个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未来要让他这文化上不能那样腐化堕落，对不对？文化上不能那样党同伐异不能那样的屈从权威不能那样牺牲真理生产机制对不对？不能那样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历史去建构一个智性统治的牢笼一个等级制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卢卡奇是为了清理出一个行动和历史进一步发展运动的一个基础clear the ground 所以他会尤其关注要保护住这么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净土。But can one give what is due to both dialectic and realism？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人们要问那么人们是否能够给出既是辩证法的又是这个既出于辩证法又出于时代论的一个答案可能给 what is due to both dialectic， 或者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可以既出于辩证法又出于实在论的去做出这么一个给出这么一个 sane culture 这么一个理智的文化，这种理智文化既要有辩证法要激进要有那个解放性革命性颠覆性，另外一方面又要有实在论又要有一种实证性，有一种科学性，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既出于辩证法又考虑到实在论的一种文化嘛，一种理智的文化嘛。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surrounding Lukács， 那么从最近的一些围绕卢卡奇的争论来看呢 ，It is clear that this theory of literature brings back the dialectic in its entirety and put him in conflict with orthodoxy at the same time。就在卢卡奇的文学理论当中呢，他是回到了辩证法的，整个的回到了辩证法，然后就使得卢卡奇自身呢是和这个
第三国际的正统学说呢是完全是对立起来的冲突的。同时呢，由于他，同时呢 ，at the same time as his conscious concessions to philosophical realism lead him to a complete capitulation， 同时，由于他这个 concessions 妥协啊，让步给一个哲学的这个实在论，哲学上的实在论啊，哲学的现实主义，所以就会导致他是完全的在政治上是完全妥协的。所以这是非常矛盾的，是吧？卢卡奇最后做的这个事情他在他的文学理论上他是完全的回到了辩证法，但是呢他在他的这个文学理论之外的这个历史哲学或者说是这个运动哲学现实运动一些什么真理哲学认识论哲学这项方面，他完全是向这个哲学的唯物论哲学的现实主义投降的，然后就会完全是 a complete capitulation 就完全是一个投降完全是投降，彻底的投降。那么先讲到这里先讲到这里。欲望以及对于他的抚摸的和控制的欲望。那么对于一个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你就要意识到身体的欲望本身它来自于要把自己整合进个体，要把自己整合入象征秩序就性化。个体把自己整合入象征秩序总是有剩余，这个剩余在青年身上在依然处在对于身体进行象征化的把握，就是对于小孩或者叫少年儿童象征秩序那东西，就能用智性欲望的辩证法整合到了身体上面去，身体的结构和象征秩序它的剩余，不要把这个剩余投射到身体或者投射到这些身体结构图像上面去，因为我们要清醒知道，就身体本身不足以就是有额外的象征性的秩序。你们不会真的觉得那对小白兔它就是眼睛，身体的眼睛它就知道答案，放屁它知道个毛答案。但是可能女性本身它的向水裸露，它知道那个向其裸露的那个对象可以为它提供就是说男性的呵护或者什么，那是功利性的。还整合入向到身向我对于身体。只能说辩证法的历险太好看了，但是他一讲到这些东西就是很大变，我感觉可能是他一种移情性的理解，我只能这么说。体结构可能形成的推理关系、辩证关系这些思路，我操，那个对眼睛知道答案，那对眼睛看到我的眼睛，我操，不行，我不能让答案就是我的目光本身，我得就是答案是我的目光所看到的东西，我操，那我看到的就是那一堆东西，懂了吧？所以意味着要摆脱这种所谓自然的这种性欲这种视觉的上的审美欲和这种触摸抓住的这种这种肉欲控制欲，要摆脱这个东西，那就是说你的剩余，你的投射向不是投射向身体结构了，而是投射向你讲鱼道个体整合入象征秩序的那个剩余，可以把它投射到社会秩序本身的剩余，真正的剩余，社会秩序本身它内在的辩证关系，它自己内在的这种利益分配的或者说权力格局或者说一些你知道吗？所以只要你围绕这个个体整合入象征秩序的剩余，你去思考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控制你对于这些鱼体的盲目的崇拜。他其实讲这些绕了一大堆黑话，讲了一大堆理论，其实他这个思路跟那个戒毒吧跟戒色吧是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回到什么社会的剩余，就是你就开始念佛经吗？我今天开始直播的时候，但这个现在那几年还蛮普遍的，老有人在我直播念佛经。但是那几年我是那个擦边主播，然
说刚才斗鱼播的时候天天漏钩，就是去有个老哥天天来我房间念佛经，不同一个意思吗？没有什么区别，我感觉。我假设是崇拜，但是我们要说的话，这些东西呢，作为神经回路啊，所以这些推理作为神经回路，它已经是我们可以说它是身体化了，它症状身体化了，你看了它就会性唤起了，懂了吗？它神经回路已经形成了，你可以抑制它，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像外科手术一样的把它切掉或者怎么怎样的。我们只能就相当于我们只能不走那条通路，这个神经回路已经有了，所以哪怕你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行动者，一个理论家，当你看到一个女体突然向你暴露的时候，你还是会形成就是前反思的自然而然的一种审美判断和一个性化的一个把握，性征化的把握。但是你可以就是说发现自己在走，立刻不走了， You understand? 不使得这个东西引导你进一步的说，哎，我就要靠这些东西把我自己整合到象征秩序里面去，我要获得那个东西，我就整合到我那个就是我欲望的对象，那个就是我真正的欲望的对象，那个就是我内在的那种不可控制的非理性的欲望的真正我获得那个东西，我就整合到了象征秩序里面去。我获得那个东西，我就整合，我甚至说我进入到了一个想象性的一个母体当中，和它合而为一的，不去走这个神经回路是成熟的表现，明白吗？不走这个神经回路是神，如果有个女性在那面前一不小心，她的那个她穿的比较，他讲的这个东西完全是就是弗洛伊德那个什么鸣极其不满，什么那个需要通过压抑然后来让自己的欲望升华，他完全讲的是这个东西。我的天，太可怕了。要担保一不小心怎么样的被裸露出来了，哎，那你立刻可以遮罩不看，然后保持你的理性，然后你甚至你可以压抑你的性欲望，然后说你把你衣服脱下来给他照一下，你才有这种能力，明白吗？你才有这种能力啊！我都看到好多 B 站的小朋友，我看到好多 B 站的这个孩子啊，一看到这个女性比较暴露的那一种那个视频，这个第二性征比较明显的呈现出来的一个视频，就发什么 Holy shit！ 哎，我觉得就是挺可笑的，挺可悲的啊，挺可笑的，挺可笑的。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它是有发生学机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东西是有它的心理发生学机制的啊，有它的，我们说的有它的，男性如何摆脱女体享乐？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过女体享乐这种东西，女性就是 phallus 嘛，男性需要通过 phallus 去掩盖很匮乏嘛。我这么说好了，男性如何摆脱女体享乐这个词儿，跟那个什么保守派，现在的美国红脖子保守派，以及什么天主教，还有什么新教，各种各样那种前现代宗教的伦理学不是一致的吗？你把这个什么男性如果摆脱，你放那个圣经里面不是一样的东西吗？放到天主教圣经里面，或者放到什么美国红脖子什么 YMCA 什么那个那里面不是同样的东西吗？现在那个不是还有一大堆什么什么能出来批判什么性化儿童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说那个 euphoria 就那种很亢奋那种，就是说青年就开始搞那个后现代性解放的一些东西，保守派应激反应跟他这个讲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吗？男性如何摆脱女体享乐，然后他这个还更特殊化，讲是男性跟女性的视角。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女体享乐了，因为整个文明在这个现代性之前，这个女体享乐
是为什么能想到，就是靠这个，比如说剩余到底什么意思 ？surplus 是多出来的嘛？那同时是被就是被夺走一个东西剩下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多出来的，就通过禁令产生的嘛？就是因为简单来说，女体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就是因为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个禁令嘛，就是因为这个压抑，所以产生的这个女体想的。你越想摆脱，它就越有呀。所以简单来说，你越就是说女想是如何产生的，就是因为这些禁令啊，什么潜心的那些，像我说你们说啊不行，这个东西就是 low 逼，谁看见东西谁就没正事儿，你要禁欲，你要怎么样，那个东西就是罪恶，就是原罪，就是 sin。你越整这个，它就越有呀。那你这个方式方法就反了。男性如何摆脱女体享乐？然后他觉得那些小孩什么看视频发个 holy shit， 我觉得看视频发 holy shit 那些小朋友至少还算是，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小人，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小人。不存在这种女体享乐是首先它就是通过这个禁令系统建构起来的享乐，其次是另外一种，我刚才讲这个是一种属于比如说现在跟潜在的情形嘛。我现在一直就是最近不是准备写书嘛，就是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有了一些理论上的新突破。最近我们现在处在这个资本主义晚期嘛，资本主义晚期的女体享乐其实它跟这种禁令之下女体享乐已经不同了，因为禁令不同了，对吧？过去是遮遮掩掩的，现在是恨不得到处都是小广告，对不对？不小心点一个什么网页，到处都是那个各种各样二次元的、三次元的呼之欲出的奶子，就是禁令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更加不存在一种女体享乐了。因为当这个享乐，就是说现在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是更贴切那个齐德克所说的一个淫荡的父亲。就是你十几岁时就教你怎么跟女人做爱爽，他们还是全阳痿了。就是当你能对着这个视频发什么 holy shit 之类的，我觉得就是说明他已经阳痿了。就是那个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没什么兴趣了，那个事情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吸引力了，与其真去干这个事儿，不如看看视频发个后遗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时代下，男性应该是反过来了，应该是男性如何治疗那个叫什么电子阳痿或者是之类的，现在男性已经没有女体享乐了。你想看你们自己真的是与其出去经历那么多烂糟烂糟，不如就看看黄片，看看二次元，玩什么什么什么 gal game， 杀个holy shit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女体享乐不论是在之前跟现在，其实都没有存在过，因为之前是作为一种禁令存在的，就即便是有女体享乐，也是一种边缘化的私人行为，因为社会的主流还是一种就是禁欲性的，对吧？女体享乐，而且说实话，在这种禁令之下，最爽的哪是女体享乐？最爽的是倒错式享乐嘛，最爽的是恋童，对吧？就比女体享乐乐的事多去了，在那种禁令之下。那至于在现在这个
所以到现在这个后资本主义时代，它也不存在了。现在是根本就是享乐乐不起来了。我今天在看一篇文章，跟你一块儿看一看吧，不然我自己得花时间看。一个，这个文章我觉得也回答了我一些问题，不是他没有回答我一些问题啊，他帮我就搞明白了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一直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想这个大便问题的。就是跨性别主体跟性差性，就是性化公式啊，就是性，就是说那个 LGBT 的那种多元性别跟那个拉康主义的这个性化公式的兑现啊。因为拉康这个性化公式里面只有男的跟女的嘛，多元性别不愿意了，就认为这就是父权制、男权制压迫、异性恋强迫。这个人叫什么 ？Shannon Carlson， 好像是一个全面游戏的康奈尔大学的吧，还是什么？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前者极为知名的核心理论——俄狄浦斯情节。然后被后者指认为是对压迫性的、建立在性少数边缘群体排斥之上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伦理的反应与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另一项争论焦点，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法国后继者拉康在1972年高考的研讨班上教授了被他称为性差公式的理论。该理论被拉康集中表示为一组公式与一张图表。所以就不赘述了，讲了很多次了。这组公式的左侧代表男性主体，右侧代表女性主体，并可以被解读为两组逻辑悖论：男性存在的元素不同属于 phallus， 所有元素都属于 phallus， 所有元素都从属于 phallus； 女性不存在不从属从属于 phallus 的元素，不是所有元素都从属于 phallus。我这里翻译的不对啊，其实是没有元素不从属于 phallus， 不是不存在，是没有元素不。拉康借之强调两性之间的绝对不均衡与不互补，并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论断：性关系不存在。尽管拉康的性差理论可以被视为超越经典精神分析二元性别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仍然引来了后继性别研究女性主义者的攻击。一定程度上，德勒兹的对黑格尔的批评胜于拉康。拉康通过大幅度改写而试图保留下来的性别二元论，实际上是一元论，一种有关单一的不可能性的理论。所以，与性别研究中更受青睐的多元流动倾向显然存在冲突。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朱伊斯·巴特勒、凯特·伯恩斯坦的学者，这两个就是女权双巨头啊，亚波夫啊，三巨头。但是这个凯特·伯恩斯坦不知道是谁，那应该也是个女性主义者吧。都曾对拉康的性化理论提出过批判，同时也有齐泽克等人站在正统拉康派立场，试图为性化理论辩护。在某种程度上，拉康汲取来的文风语言障碍加深了双方的裂隙，但随着女性对拉康的理论理解的逐渐加深，也出现了会有杂音，为什么？我这边背景音什么都没有哎。好，现在把降噪开满了，还有杂音吗？在随着英语世界对拉康理论理解的逐渐加深，也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双方的尝试。
本片由康奈尔大学罗曼史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卡尔森·罗曼史研究专业。伯恩斯坦的话是个男大姐是吧？于2010年写出的文章就是这种尝试中的一个范例。通过本文对拉康派理论与，应该叫男大姐还是女大哥呀？通过本文对拉康派理论与性别研究的交叉阅读与深入分析，将双方调和的工作一定能够更进一步。就是说两边对线嘛，就因为拉康这个性化公式里面不多元，只有男的跟女的。你想看福柯那个性取向光谱，对吧？无限可分，凭什么拉康这里就只有男的跟女的？也许可以说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总是歪解对方，实际上双方总是以相当诡异的方式互相理解并接触彼此。那这个 B 要来是什么？当和事佬。他来当话事人。如果我们姑且将性别研究定义为对性别身份、性存在和与之相关的多种干扰问题的研究，那就可以确定，至少巴特勒这是性别领域研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利用精神分析思考性与性别问题方面也做出了大量投入。他的文本《安提戈涅的诉求》和《身体之重：论性别话语的界限》展示了一种结构主义方法。这其中，巴特勒认真对待了什么什么斯皮瓦克的评论，结构主义批评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批评，离开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几乎充满了弗洛伊德主义和拉康主义的问题和词汇。以这种方式，巴特勒就与波伏娃、爱莲苏西、雅克德里达以及路斯、伊利瑞特。一道进入了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批判性遭遇的丰富思想历史中，听听看他们有何高论。那个巴特勒那个性别操演，那个性别麻烦，我们当时读了一半，读了两页吧，没有一半，读了一晚上，一个小时两页，实在读不下去了，快大便了。与之相对，当拉康派人士只是时不时的将注意力放到性别研究上来，巴特勒的文本尤其刺激了琼·克普杰和蒂姆·迪恩等人的敏锐阅读。然而这种回应与性别研究基于精神分析的关注并不完全对等。克普杰和迪恩主要在不采用巴特勒词汇的情况下去处理精神分析词汇，就没有用这个巴特勒术语表，也没有充分关注巴特勒著作中的理论或者野心，这引发了巴特勒本人的担忧。他们大概觉得大概也这么想了，说巴特勒是什么？我们拉康派真是太厉害了，巴特勒什么什么野狐禅。那拉康主义者的大部分回应可以被定性为对巴特勒精神分析理论阅读的修正性阅读。确实，我读的时候也老有这种想法，我老觉得他读的不对，我也老想纠正一下他。所以他们就主要回应他，也就是说你这里哪里理解的是错的，然后对于他其他的整个他的理论建树都没有回过他。考虑到巴特勒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彻底批判，这些修正尚情有可原。但如果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能够以少一些固执却不少一丝奇特性与博闻全篇的方式将两者对政治和知识的关注结合在一起，那一定能够共获裨益。那么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各自又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是否有可能融合两个领域？或者就像克普杰所指的，或巴特勒斯密丹提供你书中所在用那样，两种方法代表着根本性的水火不容。我觉得他这里说的是有问题，就是说拉康并不是时不时将注意放到性别研究上来。拉康派始终研究的不就是性别问题吗？那些症状强迫症就是男性性啊，那意志是女性性啊，天天不就在研究这玩意儿吗？什么叫时不时的才要注意力？我们不就在研究这东西吗？可能他们不能理解，就是说强迫症就是男的 ，hysteria 就是女的，他们非要把那个
那个唯名论那个性别，性别作为一种社会什么什么社会习俗规范，或者是一种什么生理性别，或者什么这种东西去讨论它，一些什么态度的概念讨论它。那如果你要从什么社会规范讨论，那确实拉康不讨论这个东西，因为毕竟这是哲学跟那个精神分析啊，稍微不要讨论这个社会问题，社会什么社会规范的那个吧。而且精神分析伦理学不就是性别问题吗？我觉得这里说的是错的，在于拉康派不是不讨论性别问题，是拉康派讨论的是性别问题，但是丘蒂哈勒他们讨论的不是性别问题，他们讨论是什么？是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性别就与拉康派精神分析拥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包括什么是主体，人何以为人，性在主体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将性与性存在，这个人算是就是性化的概念区分开来，尽管有一些共同的关切，但性化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仍然经常成为性别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争论的焦点。伯恩斯坦对拉康派分析师凯瑟琳米洛关于变性人的回应最严格的概括这种对立。凯瑟琳米洛写了啥呀？他写过什么关于这个跨性别的问题吗？在其中，波恩斯坦写道：“性别恐怖分子不是皮革老爹和后座贝蒂。皮革老爹是指男同中的一个类型，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年男性。后座贝蒂常形容于在一次第一次见面会议中与其发生关系的女性。性别恐怖分子不是套着妻子的内裤在黑暗中瑟瑟发抖已婚男人，性别恐怖分子是像米洛特女士这样。”用真实在的性别就是大暴龙这些人的头，然后再用性别恐吓我们其他人的人，这些性别害人才是那种恐怖分子。我没看懂这句话，但是伯恩斯坦意思大概是说，这个米洛特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他是真的性别恐怖分子，因为他认为性别是真实自然的性别秩序，他可能就理解成拉康这个进化公式是真实自然的性别秩序吗？他觉得这个表示真实自然的性别秩序吗？这里其实就是这个强迫症，这个是意境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这个跟真实自然性别秩序完全无关，因为既跟自然的性别也没有关系，跟那个自然的什么基因也没有关系。它完全跟自然没有关系，然后这完全是后天的这个大他者，后天什么意识形态，什么什么什么家庭，什么劳动这些东西，对，这个就跟自然完全没关系，这里面没有一点点自然的东西。拉康甚至会，比如说发勒斯什么，发勒斯跟自然的那个鸡巴根本也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面就是我们前两天讲什么。那个性化就是什么都可以性化，鼻子也可以性化呀。所以我们那个什么弗瑞德讲那个案例叫什么呢？就一个抑郁患者鼻头性化了，鼻尖性化。就是拉康精神分析中的性别跟真实自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也只能说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变性与跨性别问题上，性别研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发生了惊人的碰撞。我们仍需要一段时间能看到这种惊人效果，能够被引导到某种对在场身体的性化逻辑，以及那种将到来的身体和可能到来的身体的全息图景移动轮廓。他的意思是这个当今的 LGBT 的性别研究都是关于在场的身体的性化，什么在场，谁是在场，
那就这样肯定是跟精神分析没关系的，精神分析就是关于不在场。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出，我们作为人类动物都是双性同体，并且同时都是性倒错者。然后那个我之前也讲过两期对吧，讲过两期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对吧，该做小孩那是该叫小孩，但是讲你们好像又还不是很理解，可能是因为没有现实中对应物。因为我讲关于这个弗洛伊德所说的这个普遍的幻想，普遍的原初幻想，一个小孩在挨揍，就这种受虐幻想，好像我问了你们好多说没有过，说实话我也没有过，所以我不是很能理解，问了你们果然也没有过。所以这个就是应该不是那个就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产物，就还是早期那种对前现代强力威权是父亲时期的这种社会的幻想，但我们这个后现代已经没有这东西了。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忽视弗洛伊德关于倒错的激进承诺，他们正确地强调了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某些尖锐的段落，以及反对将弗洛伊德观点简单定为同性恋。这个那个阿兰米勒写过一个东西关于常态化精神病的，就是也是他的一个理论创新，我想接着他这个思路往下写。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天天叨咕的什么癔症啊什么之类的，你们老觉得，因为我在我这里面癔症基本就是一个就符号学的结构嘛，我很少会讨论到临床的事情上面去，但事实上他们讨论的更经常讨论的是临床病例癔症患者，但是现实生活中你很少有癔症患者啊，也有癔症患者，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好像比较少，但是他们那年代还是比较普遍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真的是时代不同了，现在病态变成常态化了，现在症状也不同，这以后再说。但是我小时候那个就是我姑比较典型，我妈还好，我姑就听着这疼那疼，就是你们想想看你们那个上年纪的长辈女性是不是听着这样，今天哎呀我腰疼，明天哎呀我脖子疼，后天哎呀我哪儿疼，就是那个三四十岁的女性好像就是这样，每天就是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空中的抱怨，对，但是现在想想看应该是意境疼痛。嗯，对，就是癔症疼痛了。但我们这个年代好像很少，上个年代是这样的。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言论在双性同体倒错之间所做的挑衅性连接，双性同体与精神或者甚至两性经历有关，同时提到同性恋、异性恋共存。则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他说弗洛伊德的这个挑衅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如果人的主体性状态就是双性的，而且如拉康所言，弗洛伊德假设性格本质上是多情与反常的。那么为什么在拉康对弗洛伊德解读中仍然只出现了两种性化位置，即男性位置和女性位置？当巴特勒提倡性别游戏，但历来被评价为梦想的一种尽管是性化的，但不是由一分为二，不是由两个可辨认的配对进行的，而是以多种方式铭刻的性关系。拉康却坚决地宣称不存在性关系，只有回应失败的一种男性方式和一种女性方式。如果能从双性同体多情倒错条件出发来证明不存在性关系和只存在两种性化位置的结论，这结论难道不是使精神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在性存在方面显得特别匮乏吗？我这里补充几句话，就是首先不是只有一种男性跟一种女性的，还有一种倒错式的，还有一种更加失败的倒错式的，那还有一种更加失败的癫狂式的，那癫狂式就不讨论了，比较少，那倒错式还是很多的。其次他们认为那种什么叫什么多行倒错，什么什么多种样的什么什么性关系，多种样的位置，你试试看，我就从我们现实中出发，你从你的感性经验中出发，就是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之前经常讲，就是 gay 里面不是有句名言吗？两公相遇必有一兽。就是 gay porn 有一个类型叫 flip， 就是说互攻。但是互攻这种事情呢，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是，就是说不常见的。就是当然互攻是可以的，生理上是有这种功能，但是它在这个取向上会有一个偏好，就是他可能更习惯于他是这个 top 还是 bottom， 他是有这种偏好的。其实在女性中也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个跟表面倒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说两个人表面看起来都很女性化，比如说我们两个 gay 看起来都很男，但是在相处中的模式肯定还是一个是强迫，一个是抑争。因为两个强迫症在一起，不是有那句话王不见王吗？一山不容二虎，确实是这样的，两个强迫症在一起就是不来电，根本就但是两个抑争是可以在一起的。所以就是女同其实是一种最有解放性的关系百合，因为有可能两个都是异的。也是拉康之前有就研讨班四吧，他就讲了一段关于女同的，以后研讨班四估计没有看拉黑翻译，但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东西。就只有两个抑症是可以的，但是两个强迫症很难。所以就是 gay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两公相遇必有一兽是这样的，但是女性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区分 T 跟 P， 就是一个比较男性化，一个比较女性化，以及两个都很女性化，但是这个只有在这个百合里面见得到，在这个 gay 中间是见不到的。给里面会互相自嘲说是找对神儿。所以我就指出这个问题，就他们认为这种多元化什么的，它事实上在符号学上还是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的，或者是两个都是女性的，但是它就是这样的结构啊，你再怎么多元它最后也就这样子，你就算是个跨性别它什么跨什么，它的结构就是它要么是个异性，要么是个强迫的，就是他就是逃不出这两种模式之一，他快感模式是两种之一嘛，逃不出这两种之一。然后他的伴侣肯定跟他就是刚才那几种配型嘛，要么就是那个叫什么，一个强迫症一个抑症，要么就是两个抑症，两个强迫症不可能。那其实他只有这两种配型，有一种男女，一种女女。对拉康来说，多情倒错是阉割的效果。我现在讲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我个人口胡的，也许是错的，我个人想的。因为拉康没有专题性讲到这种程度。对拉康来说，多情倒错是阉割的效果，在一种倒错时间性的精神中，阉割同样也是多情倒错的结果。为何如此？阉割了多情倒错的结果。在论及婴儿性行为时，弗洛伊德举出了吸吮拇指的例子，只是说吮拇指的儿童是在对于寻求一种先前经历过的快感，而如今这种快感被回忆起来。弗洛伊德后来主张，对客体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客体的再发现，就是有点像柏拉图说的什么一切知识都是回忆啊，其实胡说八道。在拉康看来，就客体发现再发现不仅仅是愧疚、厌恶与道德感，俄狄浦斯情节这些方式造成最终阉割的初期多情情道，而也是或者说更是主体已经接受阉割的标记。根据拉康的角度，那些客体，比方说婴儿转向了拇指，就存在着阉割。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总是已经遗失了。他很如此写道，使我们将这种满足于性感带的自我情绪区分开来的是一个客体，我们将这个客体与驱力在其上闭合的客体混淆起来。这一客体只是一个空洞，
或者虚无的在场是可以被占据的，所有的高手任何个体都可以去占据这个空间。我们真正做仪式课题，就是对象小孩的代理。对象小孩不是口中区域的起源，它不就是作为原初植物，是通过没有任何食物能够满足口中区域，除了区域能够绕过永恒的匮乏课题，就是事实而已。弗洛伊德，拉根指弗洛伊德主张客体可以是任何一种客体。在另一处评论中，拉根评论说：“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就躯体客体而言 ，OK， 我们说，严格的讲，它并不重要，是完全无所谓的东西。换言之，任何客体都可以是躯体取向的客体。这里的性内容是冷与冲动的，源于躯体围绕其庇护的客体所指示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并不完全是脆性。比方说，从拇指到乳房，再到乳汁，这里更不如说是从任何客体能作为永恒匮乏之客体的对象。”拉康告诉我们，对象一个引诱是因为任何东西，任何食物、乳房或者人能不能够满足躯体对象作为欲望的原因，即不是主体抓取的任何客体，也不是欲望的目标，而是前主体的或者主体身份的基础，或者说是主体所具有的身份基础。事实上，它确实的是主体的基础，但只是一个偶然的基础，像迪恩解释那样，结果客体是反直觉的。先于主体，创建主体。然而，对象的奠基非常意味着一个彻底而言的基础。正如艾利·拉格兰指出那样，我们人类根植于他们自身所并未根植于的对象。通过坚持，任何客体都可以作为对象的代表，而对象一直对永恒的匮乏客体的进一步代表。拉格兰将自己与主张。将自己与主张从口唇音到肛门及到生殖器区域的性发展及或成熟过程的弗洛伊德的解读拉开距离。与之相反，拉康强调对象一个根本无根性，即在区域的迂回融合起的真空性的作用。这里说的很道，其实就是弗洛伊德不是讲过一个什么有发展过程吗？口唇期、肛门期，然后生殖器期就成熟了，对吧？生殖器是成熟，从这个口唇到肛门期是需要经过一个生理的成熟的过程。日拉康的意思是，这个口唇、肛门跟生殖器都是同样的。这个也跟时代有关。那弗洛伊德那个时代 ，oral 那种口唇快感还被视为一种倒错，但现在已经被视为一种常规的这个就是标准套餐，对吧？之前算是一个隐藏套餐、隐藏服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标准套餐的东西了，所以就是拉康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你只要从这个口唇期开始就已经被阉割了。拉康为这些无根的对象的出生或起源提供什么多种描述，薄片的故事是其中一例。这个故事对是拉康对会影片中阿里士多德的讲述的神话的改写。拉康的这个将柏拉图的解释的缺失部分替换成了薄片的形象。他写道：“就这个，就是这给我们就小课题了。这个说多少次了？就这里他也是在简述这个，就是说他把拉康的一些东西他拿出来讲了。”他就是后面在准备求同存异一下。这个薄片的器官的特征就是，虽然它不存在，仍然是个器官。我可以向你提供关于它的更多细节。它的动物学地位就是 libido， 但是 libido 是纯粹的生本能，也就是说不朽的生命，无法理解的生命，不需要器官的生命，简洁的不可毁灭的生命。接下来是因为臣服于有性生殖循环的事实而从生命中丢失的东西，对象一次性代表的符号。它并不是生的本能，这个生的本能、死的本能是那个弗洛伊德说法。他晚期小客体是否定就否定 ，undying 是死亡区，就他引了这个拉康自己这个小客体的问题，他也反复横跳啊。但是最后根据席德克的说法，就是区里了，就是 undying 不死。不是生的，也不是死的，是不死的。
这就是对干戈的另一种描述，是一种真的超现实的神话，其中有一种叫做薄片，想的没有超现实啊，在说什么？一种叫薄片的东西转变为了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就是 libido， 没有什么器官啊，就是一个符号。事实上，作为 libido 的薄片，在主体通过有性生殖失去的东西与实在之体之间提供了薄薄的接触层，因为它正是因为臣服于有性生殖神话而生命中丢失的东西。拉康这里比较描述了理解区域的本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他以一种神话器官来代表时代缺失的举动以及全盘的考虑。正如他所写的，因为这个器官是非真实的，而非真实也不是想象，非真实的定义应当是以逃避我们的方式在实在之上清晰地表达自己，就是这一点要求它表现为神话般的，就像我所做的那样。在再来一套班中，简述分类将再次充当同一个故事另一个框架，再次构成一个彻底的减法。其废物以对对象 A 的形，以废物以对象 A 的形式回来纠缠利比多主体。好吧，没玩的这么长。就是苏珊娜·巴纳德在阅读研讨班二十拉康论爱知识与女性性存在的主要著作中所说的那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中所论述的仪式客体是无性的非符号化的 libido 的一个坚不可摧的部分，因为上一辈性化切割所标记的主体将之遗失了，因此这些主体就可以被描述为无性的，或者更好的称呼是双性的。巴纳德只是说，主体因为性差异的切割而丢失的不是他们的另一半，而是他们的无性的同一性。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存在于性差异之前的中间的，或者说是半神化的外在的状态描述为一种性化的无性状态。那么从弗洛伊德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他自己对双性的多态倒错的主题描述理解到这上面的话，这种概念可以是用来想象的。当我们进入到迪恩对精神分析的一个性存在更加怪异的方面论述时，会再次回到这个场景。他这里引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苏珊娜·巴纳德，然后又回到弗洛伊德，非说就是说前主体是什么什么无性的，或者是双性的，然后在性化之后变成了强迫症的例子，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性的双性的，我确实是有，就是狼孩嘛。什么是无性的或者双性？就动物嘛，动物就是无性的呀。所以他说这个东西尚未被阉割的，尚未被切割的人，在人的状态中是不存在，就也存在，那就是狼孩或者是动物。动物是无性的呀，因为动物的那个性就是一种生殖冲动嘛，是这个。就是按季节按节律的，但是人类是没有这个节律的，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你看到这个，你的视频里看到奶子，看到狗或者看到类似的东西，对吧？哪怕是看到桃子，现在不是很流行吗？就会写立了，然后有人就会什么都色色，只会害了你，就这就是性化，就是你不需要，已经不需要是奶子了，是桃子都可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性化，与此相比动物的那种按节律去交配的东西那就是无性的。拉康关于对象 A 的阐述看上去任何库尔性理论都没有威胁，因为它并没有预设。比方说存在某种特定的客体
应当或者事实上曾经有过满足驱力。实际上大家可以在嘲笑所谓的生殖器至上的传统判断，不要让自己受屈。薄片以及利弊的论述都不能直接说明拉康的。我把小白抱到那个房间去，他要烦死我了。浩南又养了抱回来一只小野猫叫小蓝，对，让他去跟小蓝玩一会儿，他现在跟小蓝还不是很熟，让他们熟悉一下。然而这些关于客体薄片以及利弊的论述都不能直接说明拉康的只存在两种可能的主体类质，男性或女性的论断，而只保留性化之无性的叙事，我们就得到了拉康派跨性别本体的半成品。哇，这个逼好蠢啊！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有个性化理论，性化理论有个前性化的状态，前性化的状态就是跨性别的本体论，就是无性的状态或者两性的状态。哇，天哪，好可怕！这人真的是个男大姐吗？我不敢相信。他在说什么？当我们回想起弗洛伊德还是那个指出人类无意识的双性道德时，这也就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那么女性和男性的主体是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对符号学的理解，他老觉得存在着这种东西，不存在这种东西，那你有意识开始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你进入到语言系统之后就没有这个了，你进入到这个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就会开始被驯化了。无论我们将缺失的实力安置在主体的哪个位置上，点数分裂出生菌吮母子，毫无疑问的是，对于精神性来说，我们处理的都是一个欲望的主体，一个不仅匮乏某个可定位的客体，比方说 phallus， 更是匮乏存在的主体。但是根据拉康，存在的不止一种欲望的方式，这也就是说，存在不止一种领悟到他者匮乏的方式。人类主体有两种可能性别位置，这个东西以前不是讲了好几遍了吗？你不是刚才写了好几遍了吗？这是因为正如拉康的再来一次研讨完使用逻辑语言和数学形式化原始对联，你看主体的两种性别位置分化取决于主体和发达词功能的。之所以只存在两种性别位置，是因为每个主体的发达词功能之下，要么是 all， 要么是 but doot not all。 在快速陷入解决发达词功能的深渊之前，首先说明的是性差异、性化与意义有关。科普杰指出，
性质意义的障碍，同时引用拉康自己的说法，就是在行为的一切东西都暗示意义并不反映性，而是弥补性。类似的，维他呢 Salak 在性化 Sexuation 的序言中写到性差异，它首先是圣人一个固有的基本僵局的名称。事实上，性不可能被表征，而发来的充当一个代表不可能性的空洞能指。因此，女性主体与男性主体就都与失败有关，或者说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又或者正如拉康所说，宇宙是这样一种地方，因为言说这一事实的关系，但是当无路成功的导致了性关系的失败。无论是兴奋颂歌、二重唱歌曲，还是性征或者情书，都算不上性关系，他们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根本不存在性关系。根本不存在性关系什么意思？为什么根本不存在性关系？因为女性就不存在，怎么存在性关系？对应不上，它两个集合不是对应物，总有使用一个超出。不存在性关系的意思是不存在那种，就是说 positive 的关系，就两个人存在两不同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种快感的方式建立的，一对一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儿。那首先就没有一对一，在这里面夹着幻想，对吧？夹着带他者。其次，这个关系也不是一种 positive 的关系，就两个人可以直接获得快感。两个人必须通过这种失败才能获得快感。这个失败是什么？就是什么新婚颂歌、带他者、二重唱歌曲一样嘛。二重唱歌曲什么？就是一种带他者替你爽，就你侬我侬的，就是你侬我侬，一男女在情歌对唱。事实上生活里面你想跟你的，你会跟女朋友情歌对唱吗？你根本就不想唱，话都懒得说，还情歌对唱呢。就是他就替你爽嘛，他就跟你说这是有存在这一种这个 positive 的快感关系，两个人在一块儿能获得这种快感，问题根本就没有的。性物交换、情书也是这个意思，都是一种失败，没有性关系。简单来说，如果有这东西，还需要这玩意儿吗？两个人在一块儿，直接就能爽，咔咔一直爽。他就知道你搁这儿，他就知道带他姐来替你爽嘛。他就说他可以替你搁这儿什么什么主持婚礼，什么什么唱歌。那俩人天一黑，灯一关就往屋里钻了。谁还天天给你整这个？我不给你整这玩意儿。那就是因为真的没有这种直接的关系。然后这个未名子其实讲过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其实也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说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了，就是任何的关系都是没有，都是一种失败的，没有办法。这个为什么是个失败？因为它本来就啥也没有，你就只能是个失败。阉割不是说本来有一个东西你把它拿走的一个东西造成一个缺席，而是他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再拿走一个东西，然后造成一种失败来掩盖他本来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种掩耳盗铃，从无物中捡去某物，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这就是阉割。因为他要掩盖的真正的丑人什么，就是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性。因此就属于男性的环绕他选选的方式以及另一种方式，我不会现在指明，因为要在今年的详细论述中阐明它，这是一种女性方式，一种需要根据并非全部 adult 的逻辑阐述的方式。这论述引起激烈争论的 Badut 就是非权到底是什么，它对发射功能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甚至让我转向另一个阉割场景，性化公式跟性差异的僵局提供了一组逻辑矩阵。正如拉康所述，公式由以下部分组成，公式的六侧是表示女性的一侧，写作、
被翻译为不存在、不从属于 Phalanx 功能的 X， 以及并非所有 X 都从属于 Phalanx 功能。不是并非所有 X 的属，是没有 X 不属于。好像是第一个说错了，不是不存在、不从属于，是没有不属于。女性主体由于构成了一个开放集合的一部分，而以否定性的方式发现自身，并非全部。这个集合开放因而无限，因为它不是由特定元素构成。唯一定义集合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存在共同特征。没有构成性的外部特征的关闭集合，例外性的缺乏例外，通过缺席而松散的绑定在一起，这使得女性主体具有承担。通过缺席，并不是松散的绑在一起。这使得女性具有承担一种关于 Phalanx 功能以及为男性主体提供基础之物的特殊视角。巴纳德将之称为看到提供锚定功能的代差者能指之偶然性的视角。他知道 Phalanx 能指的力量仅仅为律法提供了某种神经外表以掩盖其真正的功能。这种未知的逻辑后果及以及无一例外的存在于象征之中，就使得女性主体不仅仅是与象征，也是与代差者匮乏，产生了不同于男性主体的关系。女性主体所缺乏的锚定功能，则位于拉康性态公式的男性影射，在左侧靠下一排，表明男性和发育功能作为一个整体获得自身的平衡。作为代价，这种功能受限于一个否定了功能的 X。由之所建立的男性主体的立场看来，这种例外立即重新出现了另外地位。这个例外提供了关闭男性集合的外部奠基男性存在的限制，因此提供了一种女性主体未能获得的支撑。这一例外的形象就是神话性里面出之父，他投币两格，从而获得无尽的享乐。换句话说，男性主体之所以是整全或全部，是因为他被允许保留关于例外的幻想。这一例外逃脱了其他男性主体的存在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父亲功能。我们通过否定方式发现这个命题，在性关系不和谐的情况下，傅志明奠定了用阉割来弥补性关系的操作性事件。傅志明的性关系不可能的情况下，用阉割来弥补性关系，这里的整全性，因此就根植于作为终点的例外，也就是说根植于一个完全否定的东西。就像他这里明确指出那样，阉割性产生基本上弥补性关系的缺席，其实可能并不完整。根据这种逻辑，承载的性态的性位置就是一种事实上不可能关系的缺失，一种理智性或者互补性关系的缺失，或者像柏拉图残忍的高手们那样，我们曾经拥有后来又丢弃的那一半的缺失所做出的无疑是不完整的弥补。然而重要的是，在这部分讨论时有没有任何内容说明遗失的不存在性关系是异性恋性关系。正如特雷西麦克纳尔蒂指出，如果遗失的是与独一同一个整全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就确实无关于性或者性向。好可怕、啊、这个人。他的意思是那种不可能的那种不可能性关系不是异性恋关系。所以就拉康这个性化公式里面并不是关于异性恋的，那个可能是一种无性的一种更多元的东西。但是拉康这个不存在性关系本来指的就是他这个性关系，他明确的也能不算明确吧，他使用的意思就是说性关确实不存在，所以你需要这个傅志明来中介嘛。但之前都不存在这个东西，你管它是不是异性恋关系呢？太搞笑了。
强迫症跟逆症就是一个是锚定，一个是超越。逆症需要一个锚定，需要一个男性，男性需要一个超越。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来构建幻想，以弥补这个不存在性关系的这个问题嘛。但是你的幻想的建构起来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嘛。比如说，如果两个都是锚定，那就不行。比如说，大部分直播间很多都是那个强迫症患者嘛。基本直播间强迫症也不是很多，我想看。你们是基于一种穿越幻想的，有很多行动者已经穿越幻想了嘛，所以你们已经没有那么强迫性。你们想想看，你们之前比较强迫的时候，没有穿越幻想的时候，比如说你特别想赢的时候，你能接受你的另一半跟你一样吗？就也很想赢吗？你们也很难接受，对不对？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觉得外表跟你很漂亮，然后结果跟她聊了会儿天，你发现她也是那种，比如说认同那个什么要房子要车之类的，谁那个房子大，谁那个车子好，谁就牛逼，你对这个女性会立刻失去兴趣啊。因为你自己就是一种锚定，你不太能接受这个锚定了，你不能接受一个超越。那个超越就是你在等一个女生跟你说啊，你又虽然你用求用又求用丑，但是是你就是你，爱你爱你就爱你，就是你只能要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是一个就是癔症的话，他需要一个锚定物，就是那个男性的那个 phallus 那个系统。俩癔症不是可以吗？嗯，俩癔症也很难，所以我应该修正我之前的说法。俩癔症可以吗？俩癔症其实不行，但是两个穿越的幻想的可以。所以那我应该修正我之前的说法。嗯，癔症两个癔症很难，应该也不行，那就只有两个穿越的幻想的可以。那就是那种，比如说两个女生百合在一起的两个癔症的配对，应该是两个属于穿越幻想的配对。如果两个都是癔症很难。俩强迫症肯定不行，打起来产生不了这种幻想。就简单来说，需要一个锚定，需要一个超越。那另一侧能看到言说存在的女性位置铭文，不管怎样任何的言说存在，就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清晰表明的，无论是否具有男性特质属性，这种属性还有待于确定，都被允许在这一部分中铭刻自身。如果将自身铭刻其刻入其中，它就不再具有任何普遍性，将是一种并非全部，仿佛它可以从选择从属于或者不从属于。你们从你们的生活，就是说你们自己的直观感受以及你生活中的东西告诉我嘛，就是你们想想看，你们身边有这种两个强迫症或两个癔症的吗？有吗？然后我身边真的没有，见不到。你确实，你感觉那样就来不了，就不来电啊，就对不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更多的挑战，围绕着惩戒、效忠、争论、意义、身份证以及本体的问题，通过继续探索拉康派间采取性的研究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这些问题将会被小心翼翼地解开。尽管如此，就像前面列举拉康的成员所说那样，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能够
超越般的乐和科普节这样里面，他就产生担忧与反对的希望。就是他就反对性，就是他说的性化之前是不分异性恋的，可怕。因为我们发现当代真实性别之间确实有交汇的空间，事实上这种交汇就围绕着性化的划分也许是固有的展开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乐观，它生成精神分析一种库尔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拉康派精神分析具有反规范性潜能。异性之间会有会变成闺蜜情，嗯，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认真讨论吧，我现在不确定，我这个就是随便口胡的。我一直觉得异性间是有的，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不会有。等我回去再想想这个问题啊。嗯，我现在又觉得可能是会有的，因为你想，就是说，男性两个强迫之间也会有，但那个就不是爱情，那个就跟性没关系吧。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兄弟互相欣赏，但你就不想互相进入身体啊，你会觉得很恶心啊。但你那种感情也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嘛。就是说，当然也会产生感情，那个东西就是不是爱情啊，就不是性关系的。不是那种性的快感，然后两个异性如果是存在那种闺蜜情，他们就会发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就不需要那个嗲的来中介一下嘛。所以就是说，这种感情都会发生，只不过是强迫症就不会转化成是一种性关系，但是异性可能会，就异性更 open 一点，就是在这方面他可能会转化。其实男生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今天有认识两个朋友，就是。就是都很壮，健身的两个男生都很直，然后对，然后他们两个也关系特别好，就特别合得来，然后那个然后后来那个他们两个就两个人两个人憋得不行了，就两个可能有时候都没有女朋友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两个说，哎，要我们两个试一试，我说不行不行，太恶心了算了。就是我的意思是，男性的关系其实都是这种，就是说两个人关系很好，然后对他们来说，如果关系好到就是说因为发生性行为会觉得这东西很恶心，但是也不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事情就不能，只是觉得会很恶心，就算了，就是没有必要。嗯，就是还是喜欢对方，但是不想进入对方身体这种感觉，因为中间有这个大他者在作祟嘛，他没有办法从直接这种进入身体中获得快感，他必须得经过这个大他者来终结一下子。但是异性就不是啊，他如果发生身体接触，他就可以直接获得快感。因为观点更加乐观，他声称精神分析是一种库尔理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拉康派精神分析具有反规范潜能。迪恩理论构想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在性别直白思考上的存在。与许多思想家一样，迪恩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或他所谓的基础主义和修辞主义之间的争论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选择，并且他将自己对性存在的观点总结为兼有反基础主义和反修辞主义。
以这种方式对巴特勒在《生理时钟》中关于性存在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因为他认为巴特勒取了一种修辞主义路径。根据狄仁的观点，性存在的修辞主义观点自身论述中忽视了欲望的类别，因为修辞主义不能很好讨论修辞和话语中超越语言的部分。欲望被证明是狄仁对性存在论述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从理论上以既非性别非身份的方式将性存在理论化，在他对去异性恋欲望的论述中，狄仁进一步发展了对象一个概念。这个狄仁他就是要把这个拉康的这个 fallos 中心主义对这个事情批判转到小客体中心主义，因为他觉得小客体是不分性别的，小客体是不关于这个就是二元的两性的。他觉得 fallos 这个蛇皮不行，太男性中心主义了，或者太二元论了。然后他觉得二元论就他觉得二元论没有什么解放性跟反抗性跟超越性，他觉得二元论就是那个什么父权制，就是天然的这个性别的生理性别的社会规范，他就一定要追求多元才有反抗性才有解放性。但是多元不就是一元吗？他想追求的多元就那种参差多态那种平等，那事实上其实是一元，他是要抹平差异嘛。你抹平差异这种一元制不就是父权制吗？二元是要保持一个差异吧，告诉你有个抹不平的差异。你要多元，多元不就是一元制吗？不是，他是想抹平差异的，因为他是认为说，就是说要追求一种平等主义嘛，至少是一种，就是每个链条上都有一个位置，每一种性别，每一种什么取向都有一个位置，然后我们所有的取向是。对啊，但是你搞这种所有平等，它就是没有差异了呀。你没有差异这个东西，反抗什么规范性了吗？你没有差异，不就是统一不就是父权制吗？只有这种二元告诉你它是不对称的，是这个断裂的，而且在女性那边，她还是没整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女性的那种。就是说女性的失败意象是一种多样的失败，是有多样性的多样，就是一种，而且他所想要的那种反抗，唉，该怎么说呢？我所想要的这种反抗，我又想起徐德克讲那个原理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看那个，现在看那个电影叫啥来着？代号星期四，代号星期四。代号星期四这个东西呢，本来其实个讲是一种本真性的，本真性的什么？关于恶跟必然自由，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哎，总之这本来是讲的是那个基督教的华子，就是和华子是他本来是为了就是说吹一波那个基督教真的唯物主义，想讲这个东西的，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已经被这个资本主义偷了。你想看雪国列车，其实这里面的原理跟这个代号星期四差不多，但是比代号星期四还好一点。雪国列车我们当时看是电影评那个叫什么，就电影评论嘛，我觉得讲的还可以。他就说那个主角一路从车厢最后面杀到第一节车厢，对不对？然后也是那个头领告诉他说，你们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就每过几年我就去搞一通，就泄压阀嘛。你不搞这一通，这个社会结构是维持不住的，就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齐德哥讲那个什么华稽的什么什么什么自身那个否定性，也被资本主义投了。资本主义这个循环是怎么维持的？这就是资本嘛，对吧？像跟马克思那句话，资本主义最大限制就是资本嘛。资本是什么？资本不就是一个潜现代残余嘛？资本不就是世袭制嘛？资本不就是出身制、血统制、世袭制吗？这不就资本主义所反对的东西吗？它跟平等、跟自由有任何的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它资本自己本身就是它限制它自己的因素，资本是个潜现代残余，然后它就可以无穷无尽的。就雪国列车嘛，过两年再有一国人出来反一下，过两年再有一国人出来反一下，它这个循环就可以，对，它就可以符号系统空转了，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短路产生无穷快感嘛。就简单来说，资本主义所反映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自己本身啊，就是所有真正的想就是这样嘛，就贪吃蛇终于咬到尾巴了，就可以无穷无尽的咬下去了。这个性别问题跟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说这个性别问题跟这个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你想看性别是什么，性别就是说你所反映的东西就是那个天然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性别再生产嘛，再生产机制嘛，就是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需要那个生孩子，对吧？说生孩子这个事很重要，然后现在所反对这种二元的，就是说纯自然的实在的这种性别论嘛。但是为什么这个会产生这种自然的纯实在性别论跟资本一样呢？因为现在关于人口的这个就是控制论嘛，就资本主义已经走入了很早就走到这种人口控制嘛，就是完成社会的生产是这个每个家庭的这个历史任务，家庭就是生产再生产，生产再生产的场所。资本主义这个消这个什么生产力奇迹般的释放，就跟这个人口控制是有关的。想看这个，比如说我们国家就是当然最明显了，对吧？曾经有过的这个某些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那在欧美国家那也是一样，对不对？什么单亲妈妈给补贴呀，什么这那呀，或鼓励或不鼓励，就是这个男性女性生孩子这个东西是围绕着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一个核心场所，所以简单来说，不就是资本主义反对他自己吗？但是你反对这东西也没有用呀，因为你要这个生产力奇迹，那他就得生孩子，要不他不生，他就得生孩子来维持这个市场嘛，维持这个。他就要通过生孩子来这个刺激这个需求嘛，对吧？对啊，他永远不就还是为你举那个例子，你想干原地干拔怎么可能呢？你拔自己头发，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怎么可能呢？
因为你想摧毁的这个东西不是你产生的原因呀。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始搞那种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性别啊，什么多元性别，要突破这种什么性别规范，就或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这些都是同一个套路了。他们觉得这样能反资本主义，他不知道是恰恰是他们这种行为在维持资本主义运行。就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危机化嘛，资本主义就需要这样的危机化，它才能制造需求呀。你制造这种危机化，它就能制造它的需求，然后它就能继续生孩子，因为它越抵抗，越有这种，就是说什么多元性别，就越有保守主义出现。你想看？什么川普什么红脖子，不都被这些所谓的白左逼出来的吗？他越有这种危机，他就会成为爱欲经济学的动力因，然后他们就会开动起来，越开动起来，他就越要搞这种男女生孩子，为了生孩子维持这个两性的多元秩序，他就给他续了命。因为你这种运动，什么什么性别，什么社会规范什么的，我该怎么说呢？哎，我现在还没什么可说的，等我再，我就没得写，再写这方面的书啊，等我再认真思考一下再说吧。我现在真的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我说的只是复读这些东西。对于敌人来说，从多形到处出发的解释中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弗洛伊德会将多形当中理解为潜规范。也就是前生殖器的性活动，这样到最后成了一种正常性活动不尝试，就不能完全替代失乐园。通过重复弗洛伊德无序剧情方式以陪他性与固定来定义到处的决定，敌人进一步提出了既然正常化固定欲望并产生了性平衡的陪他性作为其症状，欲望正常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病态的，因此敌人希望决定能够回归到欲望的多形倒错模型，在性平衡化的意义上。那也就是太答辩了，就看不下去了。但是齐德克讲过一个更有意思的，齐德克讲那个就是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嘛，然后他就说那个禁欲主义带来的这个，这禁欲主义看似是反对这个倒错式的就是性行为，他说但是基督教本身就是最大倒错式性行为，然后他举了那个举一些例子，里面一些那个什么圣经什么讲经不道的篇章，然后就说那些信徒那个传教士都是颅内高潮，最倒错的性行为。还蛮搞笑，行了，这个我自己回去看吧。哎，行了，下播了，明儿见。下播。今天人还蛮少的，也不少的，有600多号人。
你们端午节都干嘛了呀？哦，对，这两天就在送餐是吧？对，这两天就在送餐活动，我想起来了。没事了，我也是白问。行了，下班明天见。